上海东古店向我发出了约会邀请函。这家号称上海最大的中古店 Aloha 在南浦大桥站。去的那天我刚好遇上七夕的活动，而店内的装潢也是可爱的复古风哦。在店里有超过100件的商品，除了店家每天都会进新的选物之外，他也有提供客人寄卖商品的服务哦，所以有超多种风格可以任你挑选，而你可以在这里尽情的试戴试穿，满足一下奢侈的梦，这也是我最喜欢这家店的原因啊。你相信在 Aloha 的店里，其实5000元就可以买到香奈儿9层新的经典款式。而除了有一整间的香奈儿之外，这里还有一整层的爱马仕哦。而这是店里最贵的包，要加26万，你相信吗？Vintage Museum 是热门剧《32姨》的取景地，装潢采用欧洲的剧院风格，地板的罗马拼砖、爱马仕山、香奈儿墙，还结合了咖啡厅呢，都是店家的特色。而这家店主要的是客人寄卖款式为主，虽然量比较少，但款式相当的多哦。而这里的包款风格也比 Aloha 更特殊一些，这里实在是太美了，就算没有要买包，也很值得来逛逛拍拍照哦。现在在上海的自中路上，就俗称的上海二手街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。只有1公里的街，就有超过5家的中古店。而在这里，每家店的风格都是不同的，有清新、可爱、潮流不同的种类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每一家都有很多爱马仕哦。绿色，今年最流行的绿色。有布丁的感觉，因为店主这家店比较可爱甜美，有一些比较可爱的会比较多，就是依店主的风格来选。我今天逛到最喜欢的辣妹风格二手店，辣妹。这间 Alert 最有特色的是店主专挑一些荧光亮色的潮流款式，非常的适合夜店舞台的风格哦。你看看这些香奈儿，可能真的只有这里看得到呢。你要的资讯都帮你附上啦，想知道更多再留言告诉我吧。